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3月11号，也是我们开播的第309天吧，大概是。今天非常的温柔啊，被老婆我这边报复了一下。他说以后我要再敢说什么这个要离开他，他就把我每个地方都亲一遍，让大家以为这个我一分开，对吧？然后就去外面找了很多女性，所以他故意搞了很多东西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小龙已经躲到一边去了。哎呀，没你看了，来你先来，我打工来，来，我直接来，对你直接来，你先坐。我们现在呢？当务之急，寻求对方的这个主力角色，然后将其歼灭，对吧？毁灭34个，生命10个。我们这儿我觉得这里其实打了没太大意义，我们先把这边的人杀一遍，然后就过来。我们打完这边的人，然后呢，正在为生命占领12分41秒，无法攻打啊！这才过了5分钟，才8:05啊！这怎么就被他们占了2分多？他们占了2分20秒了，怎么回事？已经被他们是提前占领了，是吧？那也不至于啊，怎么占两分？才8:05呀！啊，等一等，反正我们9点钟来的时候肯定会很有意思嘛。9点钟看一下这个6级城，5级城应该到时候有可能可以拿下。5级城肯定是拿下的吧？但是9点钟不一定，因为他们人很多，海神人不少，他们是119去的，那边人死多的。那边是确实很多。你不是去补觉了？又骗你！我们都要补觉。你今天下午睡了一觉吗？没有，不是下午有事。下午不是一直在直播的吗？我什么时候骗你？那一定是要多休息一下啊！这个花卉与花，我的天，这也是个大佬，没见过。3级城前期，福建省的，可以采访你一下吗？说。那天被丢到水里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快感？就是怎么说呢？刚开始挺害怕的吧，心里面还是有点慌的。等到真的丢下去以后就，也就那样。Just so so， 都已经下水了，那确实没有那个太多的就是心理的那个活动。感谢各位下载我们这个右下角激励游戏啊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准备先去做做活动嘛，这其实可以，等我先上啊，这是他没了，我先来。月夜光，也就先锤了。OK， 他们这边肯定就要被屠10个，我们先拉一下活动吧。这多得不说，龙神复苏，直接跳过嘛。这个小龙已经帮我们打完了，小龙就是很给力的。这边的东西我们先买一下，超值补给。今天也要充一点东西，我们先充一下钱，肯定这个钱还是不够的，稍等，然后我们加点币吧。 OK， 这个钻石不够花了，什么时候充？下一次限时差不多得搞了。这我们先少买点啊，38拉走你。我们正在，你看刚才正在打，所以先等等。这直接就只够一次，一次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。不用看运气，中奖。反正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坑，应该要抽不少。微光红玉，阴气神经，这次的这个大奖。对，然后把这东西买一下吧，都买完了。这儿，哎呀，有点上3000钻、5000钻、7000钻。OK， 对，反正都是宝地斗罗，这有啥可以表现的吗？没有。但是这儿应该要领取一下远程补给。再问你个问题啊，哇，这94个开了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我靠，上怎么98个？开了2个，开了0个，0个。我小龙赌50块钱。这次赌的话就不亏了。这次我可能会选反方向，再亏50是吧？可惜啊，小龙不在，你待会儿等他来了我们搞。再问你个问题，来七里之后感觉如何？来七里以后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你就。来七里以后就是感觉整个人就。因为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哦，这样子，你去专心的去做这个东西就很开心，很 happy， 对，就是可以的。不管干什么，做什么工作，你首先自己要去喜欢，然后再去做，会当然，就是虽然是工作，但是很快乐。对，当然，但是我问你啊，你调号你要一直打不过别人，然后你还一直调好多个小时，这样的话会不会很有挫折？会有一点心理上面的落差。心里的落差是很有的，但是也不能埋怨别人嘛。你自己哇，这直接中量2000，直接只能说技不如人，对吧？对，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直接在外面切磋直接能打赢，我就要切磋虚弱的时候能干过他啊就可以了。承认一个人的优秀，其实并不是什么就是可耻，或者是比如又是个大奖，我的天，今天省钱了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别人优秀，那我们就应该向优秀的人去学习啊，对吧？自己确实有不足的地方，就去多去学习，多去钻研。可惜我们这个修罗卡不够多，不然你可以做更多尝试。是的。但是这个没事，这个。对，但是我们这几个角色里面，其实第三角色是我们之前一直是藏着的，这又是一个算是一个大奖，2个750，我从来没见过，好很少见过2个750一起出来。这个今天的运气确实很好。估计他也是知道这个大家都被这个斗罗榨干了，少搞一点，搞太狠了，这个下次大家都退游了。对，今天要是打到凌晨5点怎么办？打到那么晚，不会吧？哇！
不会吧，打那么晚？凌晨五点的话，第一次真有可能，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打到凌晨四五点。嗯，但是他们说打到五点钟之后就继续不了了，就是会啊，对，因为第二就会那个维护了，因为那段时间可能四点钟就维护，维护不一定是维护，就是因为可能是他就算第二天了，嗯，第二天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就不让你再搞了，嗯，好飞是吧？就出了两个两千了，可以了，我要求不用那么高，你看还有七百五，还能再抽十五次呢，各位，啊，但就卡了，出来了，下次冲钻石太子爷能出来就行了。这多一位数少一位数不过如此嘛。你说人生，哎，我今天岳母大人跟我在车上说啊，他说女孩子吃的好一点差一点，穿的好一点差一点，其实到最后都没有那么所谓。嗯，怎么最后你要过得好，你说你是年轻的时候你肯定是希望大家都知道你过得好吧，嗯，就是哪怕你没有男朋友，大家也希望你也希望大家都知道，哎，我家这个条件还可以，我过得挺好，嗯，或者我男朋友这个很爱我给我买东西，嗯，我丈夫给我买东西之类的。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。你最终你的感情和和谐，对吧？是，还是如果说女孩子嫁给了爱情，那就很棒。对，还是这个东西，太子强还是七里强？太子还是要强一些。七老哥是很强的，但是太子肯定有别墅，七老哥还正在准备买啊，对吧？还没有。然后这儿你再冲一下，小龙什么时候找对象啊？小龙的八卦我听得太多了，我还不说了吧？反正直播间也没什么女粉，算了。这咱不再说他坏话不太好。我今天好小声，是我们说话声音小还是？啊，对，因为我们要积攒这个，我们要厚积薄发，对吧？今天时间太长了，你嗓吼着嗓子，扯着嗓子吼的话，一会儿没有力气不说，而且，我感觉我们的风格就是比较文静，有点那种文人气息的那种。但是其实这样不适合直播，对对，这还是要对吧？骚气要大声吼叫，对吧？那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有感觉，对吧？所以你给我们观众朋友来点感觉呀，对吧？让大家爽起来。然后我们还在打吗？中枢应该是掉了，应该是掉了。看这会儿没有那个次数的时候，直接吃一百个，或者是没有掉，或者是已经把对面打掉了一次，一百个打掉了一次，应该已经打过一次了。然后你被排到最后了，嗯，所以我的那个酒呢？啊，开始到你了，我的酒呢？一百个，好，他们说打十小时，准备好了吗？他们说让你少喝点酒，容易醉。哦，这样子，对，那要看是谁给我的，对吧？你给我的酒还不一定喝呢，我老婆给的啊，呱呱喝。话说昨天喝了一点茅台，茅台的滋味是什么样的？没什么滋味，喝完就完了。喝完就完了。对，就是茅台的口感呀。只不过他们说那个茅台很贵，他们是我爸我妈来了，然后呢，这个请他们一起喝，哇，一剑杀不起，趁他不在，赶紧先用了，然后显示真好，找找。你感觉茅台不好喝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喝。但是有人说，就卖茅台的有个大老板，他是这样说的，就是，年轻的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要喝茅台，喝不出那种感觉，就是觉得贵，就觉得就没有感觉，就是纯粹那么喝，嗯，喝不懂。但是呢，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就觉得哇，这个东西是真好，对吧？你喝了各种其他的这个茅台之后，就感觉，还是那个好，对，只感觉有面子罢了，不是？这就是年轻人的理解，年轻人的理解，对吧？但是呢。如果说找一个，哎，也不能说找一个老酒鬼了，嗯，那就是喝酒喝得多的人，就可以了。他们就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嘛。至臻皮肤一棒，好，我们先去看一眼中枢了。这，中枢其实就可以疯狂杀戮。对，这就不用看了，体验一把博哥的感受，可以，对对对。然后刚才有没有看到十二分四十秒，好像也没有变，这十二分四十一秒应该也不会有变。博哥在哪不知道，反正我们正在打。这些东西来看一眼，恐怖的！哎呀，怎么被打回来了？我靠，小火猴在这儿挺好的，我先把这个给搞定。那个酒是真的贵，是的，我买过16年的茅台，16年的茅台，对，当时原价1499买的，我当时在天猫和京东都可以买到，当时我是在天猫买的，天猫能抢到，天猫说天猫京东都可以抢，那时候说，然后呢，我在天猫抢到的，京东就没抢着。还抢了一瓶，然后呢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好啊，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不抢？嗯，为什么当时没有抢？因为没有觉得那个东西就茅台就一定是很好。当时16年，茅台股价都没有涨涨的，当时是那个情况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，我就藏着。我计划我买了六瓶，十年喝一瓶，每十年喝一瓶。那你这个六瓶在16年的那个茅台放到10年了呢？那确实，现在是放了7年了嘛，对吧？那茅台是很值钱。他们说，对对，年份越久，这个茅台的酒就是会，对。然后呢，就是越贵嘛，嗯。但是呢，那个酒的话，之后有各种理由，已经被喝了两瓶了，啊，十年还不到就被喝了两瓶了。啊，零售款，老王头在这儿，是的，是的，感谢你的收看。茅台的话，也就是
就像是我今天看到有人说那个车子，为什么有人就要买很好的车子？就是你要去接待人家，你不能给人差的，你就是想要表示你的这个很好的一个，期待一个就是希望能好好的对待对方，重视对方，对吧？嗯嗯，就像是，我老婆在家，在很早很早之前就买了四件套，就结婚的那种红色的，然后呢买了银器，就是。喝酒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夫妻对外的时候，那个礼堂的那个就银子做的餐具啊，那些全都准备好了，很多年之前就很重视这些。然后呢，就是会有一些仪式感进来，所以生活是很有仪式感的，这样子生活才能过得好一些。银器、蓝翔这些东西啊，不，银是很便宜的，我和金子完全不是一个等级，银非常的便宜，就八九块钱一克啊，八九块钱一克的，对，十块钱吧，十块钱已经算很贵的了。来点这个，皮肤选一个蜘蛛的是吧？可以考虑。可以。蜘蛛有没有？我们待会儿看一下。这为什么？满了就换。不对不对。他为什么选最低口味？这个已经 max 了。这个是十二级的，他为什么？这是一个 bug， 我告诉各位，这是他出了十一环之后，他这个 bug，这个输完之后，他又会变成这边来。是不是就有病嘛？对，这都满了，他这个确实是一个 bug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你看。点的快一点就可以了，就点完了。点的慢了，它就会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挺好的，想看我升战力是吧？好，我这个战力不会升，给大家升个宝宝吧。升个宝宝，摸了摸小龙的头，升个宝宝。这个刚充了个六十八，然后三十八也充一个，没关系的，反正这个卡也有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来用一下，超值补给还有三二零、三十八，修罗红环被闪吗？对，修罗红环没什么用呀。怎么说呢？看到六五零好了，我们就先去打一下。我觉得闪修罗没什么作用。闪修罗，因为修罗的话，比如说你喜欢用，但是我不喜欢用，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你大脚一开始就有效果的，然后呢，他血量就是一开始掉一下，血量就起来，掉下去，就是他残血的时间非常的短暂，然后回血量又回满了，除非等他大脚效果就基本上没有了，到死血的时候会卡一下，三十血的时候卡一下，死血的时候会卡一下，就五十血的时候也会卡，但是那个不明显，有些大脚就是五十血一下就开出发，一般是我理解的，要么是你是满血。或者你掉下血就马上回上来，要么是三十血，要么是死血，对，就这三种情况。最主要的三种情况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你满血的时候是时间最多的一个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打出输出，你就破不掉它的各种特效，这样的话就没什么作用。所以我是觉得修罗你都残血了，这么理解没有错，就不太行。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有建议的，有意见的，对。而且有的时候人们玩的服不一样，是会有不同的喜好的。就是英雄联盟这个游戏，在韩服。和在国服玩的阵容风格是不太一样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韩服经常会搞一些新的花样出来，然后国服逐渐借鉴，但是国服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特色，就是有些很牛掰的人，他做直播就把一个英雄就带火了，比如螳螂，螳螂很菜，但是人家就玩的好，对吧？对，然后杰的话到处都秀，什么人什么地方都有玩的贼溜贼秀的人，对，像瞎子也是。好，这个东西可能说了，会不会大家会不喜欢我？不好怕。希望大家都哎呀，我怎么样来这儿？我不是要去中枢的吗？CF 越南服，反正就是说，斗罗，我们玩的和外服玩的也不一样，不是一个版本。首先，其次喜好不一样。推倒博哥是吧？迎娶白富美。推倒白博哥怎么迎娶白富美？把他的跑车拿过来嘛，对吧？这多简单。我听我老婆今天说，小龙本来觉得没什么，就也不觉得孤独，是吗？看到我有家了之后，他就不行了。真的吗？对，他就觉得，这个特别可怜，好像也有个家。龙总会有这种，因为我们是住一起的哦，是吧？说明龙总，好买一下这个剧情啊，就是等聊聊。想谈恋爱了？不是说想谈恋爱，想有个家啊。想要有个家呀，首先你有个家得有个女朋友嘛，对吧？不一定，直接一步到位，对吧？领个孩子，这有五十个啊，又是八百，哇，那这个很 nice， 来吧，瞒着龙哥。这个先等等啊，这还没抽到位啊，我才没有抽到位呢。哎呀，这一步到位好难啊。好，就得买点这个渣渣，找帕赛坦。老板都和他说了，他是很听老板话的，对吧？小龙还会听老板的话呀？人总的这个排名、在心里听，这个你怎么都不上？你上。我不上。怎么不上？我不上。上张力吗？这是你调号对吧？到时候甩锅给我，我可不要。你有没有？没有。你把那个都炸了。没有炸，我没有炸那个东西。我以为都炸完了。我不炸这些。小龙表示扎心是吧？反正就慢慢来嘛。小龙还小，不像我已经老了啊。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小龙已老。小龙应该是小龙生啊，图图已老。这个先等等，我们买两个。妄图虚弄声音好小，是准备今天搞一个大的。我们还买了100多块的零食，待会儿一起吃。
二一零，上架呢？好，哎，只参与了一个，嗯，好，到了，到了，哎呀，还得是你啊！哇，这下面这个还得是你啊！买厉害，我还这个一次都没抢到。等等，下面那个好像不用买了啊，那个就是刚才那个东西，那个进阶材料没了。哇，很 nice， 我就知道没有人，不可能说五个全都被人抢了。我点的当当当当当，对吧？他就是，如果他没有这个经验的话，他直接在那儿看着点，哪怕用手机玩也玩不过我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因为他就是在那个地方，你控制好了，你知道他会走之后，你确定是在哪，你就双击就行了。厉害厉害！我找找啊，走堂。我们要超级斗罗，我在这里，邮件，哦，没问题吧？啊，扭蛋抽的东西全部在这里啊。那扭蛋都到邮件里了吗？对啊，那可能是按钮，超级斗罗来了。好，马上。里面太多了，先抽一个。我赌失败，我不管，我先赌失败。我不赌，你们赌吧。成功你就能赚500。我不参与啊。失败呢？不，我不要，我要失败，我不要成功。那我赌成功，你能成功啊？你我赌出来，你给我500。500不行，你是成功。500对100，500对100，那个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你赌成功，他赌失败，对吧？你呢？我不参与，我给你们点。我看我余额够不够？我给你们点就行了。你们两个只管赌，我负责点。对，我们这个是零和游戏啊，这个不伤感情的。对，这个不伤感情。这回我赚回来，就是下回我送回去。不是，我就300。你就300，300除以50，60。那就不能呀？我都不能，我就是不能成啊。那成太……你赌不能的话，那就只能赚60。哎呀，60够了，60对300啊，各位，开心猜，好的。超级能否成？我想想，上次失败2个，我操！上次是失败了，失败2个。好，我们预测一下，几分钟之后我们再来。我们先去看一下，这中枢是不是又嘎了？还没有。龙哥，我们还是把门开着吧。这三个人受不了，有点热，太吵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一年。也开不了，空调是28度左右。好。中枢哪一方是毁灭啊？我们在毁灭。所以我们把家里空调搬过来吧，算了。他这空调太差劲了，还这种。对。妄图没有100万钻石拉吧，没关系。慢慢来，我们现在做点啥？不是要炸红灯？先等一下，先把这边能接受给聊完呀。红做完了吗？哦，抢了一个馄饨，开一下。馄饨没用啊，满了呀。对，开了。但凡出个字，送或者我都不信，都不信。那是在哪呢？馄饨吗？嗯，馄饨在，你在这里找啥？这里没有啊，中枢里面啊，馄饨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稍等，把这儿先升一下。来，队长哥，什么神乱神？满都得满，那也不是，那就从前往后吧。啊，该用的都满了。对，那就从前往后。PP减伤，这个那就从召唤物开始，就给这个加一点减伤。满没？减伤你还不如给老虎。老虎有了，老虎满了，老虎已经满了，这个已经满了啊。那就升呗。然后蜘蛛看看，看一下蜘蛛啊，蜘蛛可以。蜘蛛差很多啊，没关系，这幸运什么？这 PP 增伤，我觉得先保他。他不死，我就血，他不掉。哦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坐骑升一下，这儿可以升好多呢。但是没有新的作用。你看，大家都信，就信不能成。我敢说成吗？谁说不能成？你看十多万不能。没关系啊，你要逆势而上，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。对。哎呀，跟从大众啊，你不要跟随大众，有时候真的。一成熟，一溜就跑，一溜就跑。来，喝这个，龙哥你来。我来。还是我们再赌一次？你赌不赌？带字不带字？哎，这刀肯定不带字，肯定太小了，我们直接出。哇。哎，没啥用。说好多是火了。火的话就是最没有用，对，所以就最容易出。那倒不是我们歧视他，好，我们要准备截止了，然后先进来看一眼中枢，还是先看一眼啥？好，现在是4.1倍对1.2倍，你看嘛，才1.2倍右边，应该是我敢压左边吗？应该是1.20，这是1.27，就是赌不能的人还是要更多一些的。你们是觉得我们运气要比较差一些吗？不能的人肯定多啊。但是应该就是有20%的人是赌能，他就是比20要少，没关系吧？来。300对60，对吧？啊，我炸成功，我有300块啊！成了，我获西北风去了。就这个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就这个，那成吧。好吧，来卢仔，你来。又不是没有心里没点数，我要心里没点数，结算了。哎呀，对不住兄弟们，对不住，兄弟们劝你的，我的错，嗯。我的错，你拿小龙垫一下。啥意思嘛？拿我垫一下打你啊！爹，含泪赚了1块币。我打起来，打人起来，我连我字都打掉，很小心。哎，可惜，只能下次带着各位飞了。哎呀，给他剩啥呀？不剩。破产了。哎呀，你们不信我，你们看我都压的木人吗？你们要去压人，还得是龙仔对吧？你说就是厉害，我要吃10个。你
你看一下，就八级了。你看一下其他的，他是放哪边的？是四级，这是四级。然后这边，那肯定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，看一下蜘蛛，就很低。这边没有一级，他起了，反正都起了。嗯，那就骑在老虎和修罗身上了。和之前来68是吧？好，下次现在已经没了。给修罗身上了。小龙懒死了，每天任务都没有做完。没有。我啥时候没做完了？你这是无聊啊！去把那个活动待会儿弄了。这啥？给蜘蛛九宝琉璃塔。近战伤害。蜘蛛有？蜘蛛没有？没有吗？没有。蜘蛛是什么效果？你看一眼。上次卡了。给蜘蛛。就给蜘蛛。哦，提升三的对近战伤害。死亡石。提升伤害，提升攻速。给他穿。伤害加身的还有。你可以给他穿。穿起来，你没有给他穿，这不好吗？主身皮肤不好吗？他看不起，算了，没关系。你要蜘蛛来，你要穿他的那个专属的，他就喜欢穿新的，其实穿无所谓，只要真有就行。对吧？就有个人就说，对吧？爸爸给他买了500块钱玩具，为什么他还要去抢其他小朋友的5块钱的玩具？是吧？他说他没玩过。哎，谬论，这就是谬论啊！直播间兄弟们不要当真啊！就是你就想穿新衣服嘛，对吧？哪怕这个新衣服不怎么花钱，你就想玩，想穿，对吧？想图个新鲜，和人家是一样的呀。我们苗圃终于可以升级了，不是修炼所可以升级。还有个那个活动，我们要打开一看。老虎攻击比直接的吧？没有吧？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应该没有，没升啊，啥都没升啊。时间是？哎，你们啥时候升的呀？哇，你们是不是二的本能七上去了？没上啊？你要蜘蛛的攻击高，还是要老虎？老虎，哎。他要的，那不是怎么才一个？因为还没用，那个、还没兑换呢，那个好像还没搞完，还没抽完。哎呀，才两次，看着这不可能出来呀！我得买一点，买完了吗？对，买完了，就直接买每个500个，必出2000，500个出2000。我们要不要赌一下？赌30。30就30，你必出个2000。你就说624，你说能出一次2000的是吧？对，赌30，我赌不能。好，30嘛，就大美刚才少赚30。哦，反正我血赚，这个钥匙能抽出来啊！气鬼，那是红色的，差了一点点。那混合色的才是啊！对对对。哎哎，兄弟，就给个面子，我好不容易加个班，你不给我加了气鬼，还行啊，就有点丑。确实没出，还有20呢，别装。哎呀，给你。好，没关系。30是吧？出来混总要还，出来混总是要还。先把冰激神经兑换一下，还有一个吧。对，还有一个，然后呢，这看一看，红玉是想搞的，这肠子想搞，哎，废，手术方式其实也想搞，你不是赚了吗？废了，换下这一换，都凯，双生领域的那个，铸魂，香肠，对，都凯呀，双生领域，香甜玉米肠，香肠满的那个满，就觉醒药，哦，这刚刚没注意看。好，红玉也想要香肠项链，芝士红玉，芝肠差的多吧？芝肠差多，这个其实很不划算。但我们项链差的多啊，1200一个，这个其实挺贵的啊。以后有1200都拿不到啊，银龙有必要。银龙的，银龙，废了呀，不够了呀，咋回事呢？这怎么才换这么点呢？因为你没有抽到2000，你怪谁？我都说，哎呀，我都说，哎呀，这都要手来。脖子项链都满了是吧？好，这个我都没有。毛绒肠还差几千个啊？毛绒肠差吗？差几百个啊？咋可能？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你看嘛，最少差300个以上。毛绒肠不开倍速联动嘛？啊，200，差100多，啊，100多个也不少了。107，也是这个加训练加的确实猛。那要兑换这个的话，压力有点大了。先把几代的还了，其实就是7000、9000、8000多的，8400，我靠！还有啥？其他拿了，这个毛绒长城好贵啊，这个其实我都想拿，什么我都想，这个也想，这个也想，这个是不拿的对吧？玉隐长是满的是吧？对，就要这个觉醒，1000也可以，没了。最近这个金龙石其实金龙石没买，那不够了，拉满吗？再拉一下。这得换，你觉得多少能出2000？再花500，龙哥。我不赌了，你不赌了，1000呢？你来1000出点项，我来弄啥？好，1000，不，我先和他赌，先把我的60赚回来，我都已经赚30了。好，1000，小龙说1000他能出一个2000的，对，花2000再试一下。1000，我觉得应该能出，1000中一次是吧？看好，对对对，不出，不送我下班呢，不送你下班。这个应该是白赚的，肯定能出的。这个是800，
别笑别笑，你抽慢点吧，我觉得你抽太快运气不好。我在哭，他在哭啊，说的抽点好的吧。这个是750，还两千是啥样我都没看见过，我也没看见过。喝点水，别着急别着急，这小事不就是再输30吗？啊，还有多少？最后200，还有四次了，四次，三，二，一，装回来了，就这，装回来了。但是这个确实挺浪费钻石的，没五热了，没五，没五就不在了。那个青铜石，青铜石先买上，等会儿再买。哎呀，我醉了，够的，可以，这是够的。你有一笔相同的确定书款，还没书款。觉醒这个还可以买一个，香肠项链其实有点贵。首饰、刀装饰，其实这些也想要。哎呀，但是我这儿还有900个，下班下，别下别下别下，小事儿，对吧？大爷都喊我下班了，你看什么？我直接来，红衣我想拉的，小龙不太行，对吧？一二三四五六啊七，点一下，然后再来疯狂抽几个。啊，我也出来2000了。哎，好呀！我天哪，这2000好难出啊！耗的问题。说就是耗的问题，耗的问题就是耗的问题，不是人的问题。好，好，还有什么想要的啊？图个买给你们，就是耗的问题。红玉啊，这得买。首饰装饰其实想买，别的就没有了。哦，这个要买。事实证明了，就是耗的问题，不是人的问题。哇，首饰装饰还有那么多，都是500。哎，我们做死了吗？差不多。圣训没有啊？这圣训，圣训肯定买了。哦，这里的这个天使微光和红玉，这有那么多呢？对啊，2400，我擦！还有400，这有毒吧？哎呀，这活动有问题，我拉满了他也不给我东西，拉满吧，拉满这。我找了个号，我啥都没买，就把那个礼包买完，我都中了3次年薪。嗯，这样子吗？这号的问题所有证明啊，号的问题，最后来个2000也不给。哦，这个游戏有毒啊，各位，我们这玩屁呢。事实证明，就是耗的问题，就只有同时史莱克还没拉满啊，就差两个，就差一点点啊！你这玩屁呢？兑换鸟不刚也行，只能兑换不刚了啊！那这个玩屁呢？这个游戏，东西都不给我买啊！拉满了，真的还有很多。对，花了好多钻石，好多钻石啊！史莱克拉满了吗？拉满了，已经搞定了。哎呦，100多次啊，完了吗？史莱克没拉。哎呀，这来来，我牛了。生老虎，生老虎，别忘了哈。好，老虎，老虎升起来。其实我认为，就是第三、第五角色就不要搞虚战，就是就要刻意养一下，对，留一留。以后要是藏双核的话比较好。铸魂已经都买了，全都买了。买了。对，然后红玉的话，今天可以升个双的。啊，可以升，可以升，升哪个呢？看一看。我有啥用啊？我又不知道。你平时你升的呀？我大陆手边，我这啥都不管。大陆手边。